大时代下，不计风云变化，中国自信强国梦想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，企业格局领航未来发展，谋千里，变攻防，成大局，望日新格局，创新迎未来，望日电梯。伴随着城镇化建设加快，中国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，望日电梯运筹帷幄，奋发进取，已在全球建立160多家分公司、服务中心和办事处，产品广泛应用于全球各五星级酒店、城市综合体等高端项目，不断改善人们生活，传递信赖文化，倾力促进行业长足发展。坚持创新科研，永葆技术领先。光日电梯以自主特色的创新，光彩众长，引领潮流。我们建立完善的技术研发体系，结合产学研实践基地与前瞻的信息化平台，步步为营，快速响应。我们全力打造 SNAS 国家认可实验室、超百米电梯试验塔、“135”规划国家企业技术中心，奠定了行业技术标准新高度，为持续迈向辉煌奠定厚实基础。在全球工业4.0的发展浪潮下，望日电梯积极响应中国制造2025战略，率先启动智能制造战略升级，打造中国电梯智能工厂，致力于智能产品和服务，智能工厂高效整合资源，凝聚众多先进的智能化生产线，引领行业制高点，并依托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平台，从订单生成到产品设计，从零部件制造、供应链协调到整梯装配，以及智能物流配套实现快速响应，全方位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，实现光日电梯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。新常态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，光日电梯革新建设锐意进取，正以全新的风貌、雄厚的实力，真诚携手开创新格局，秉承专业品质，传递信赖文化，实现强国梦想，携手共创美好未来。